昨天我在这个 YouTube 上面询问了大家有这个任务要怎么完成，在一场决斗中，在这个 Gold Rush 世界里面，决斗中要造成8000点以上的战斗伤害。我那时候的想法是生命值只有6000，怎么造成8000？对，没有想到，对，大家太强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利用相加的方式造成8000，所以6000的生命值，我们可能先把它打个大概剩下5500，然后再用这一个剩下的2500灌下去，就达到8000了。我们来试试看。因为这个是这个第四的阶级四等级四的这个，所以你一定要往上截才可以拿到新的这个、角色。好，我们就先看能不能把对方给他控制到5500的血。好，我来看一下哦，先慢慢打好了。好，我先升级召唤这一只。好，这样一次就扣1500，目标是把它压到500血，剩下500。或者是500以下，然后再把对方灌爆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我靠！好，再往下。好，我们该丢的丢一丢，该用的用一用。等一下抽牌抽的比较多。好，我们也补个血。好，2500灌下去会剩多少？会扣1400。那剩1400就剩下1200，然后再扣500，还可以。好，等一下用这一只幻兽王打就好了。好，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起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要怎么打会比较好。好，1500先打过去。好，他剩下多少？剩下100，所以也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得到了5900的伤害。那8000减5900，至少还要2100的伤害。所以你要打至少要超过2100，对。那我的想法是我里面有放古代的机械巨人，所以我想用古代的机械巨人贯穿它，然后用攻击封印把它干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做深招，等一下抽牌抽的比较快。好，这个可以变更对手的表示，所以等一下用古代机械巨人灌爆对方。好，还是没抽到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尽量的升级召唤。好，这个盖下去，等一下就可以抽比较多张。还是没抽到，太衰了吧！好，不过没关系，继续。还是没有干。好，没关系。好，这个好像可以。将一张手牌送墓，好，我们就尽量把手牌减少。
好，先这样。好，古代机械巨人，干，还是没有，不会给我最后几张吧？靠北哦，这有衰小到哎、欸。好，再送一张到墓地。哎，我会不会，我抽干啊？白痴哦，惨了惨了惨了，好像有种抽干的感觉哦。哦，有，没事没事。好，古代机械巨人，出来吧，古代机械巨人。哇，然后用一个攻击封印把对方封印起来，这样子灌下去就有2200，那我就可以把对方干爆。好，哎，这个可以让对手攻击下降1000呢，最。我们但是要把最上面牌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应该就可以了。2200，碎。好，那这样子合起来应该就有超过8000了。我们来验证一下。应该达成了吧？我都这么辛苦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有了，对不对？解开了。对嘛，就是可以直接往上面升了，继续挖宝咯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一个，哎，等一下就可以拿到王道游飞了。哎，以上就是这一个任务8000点以上任务的简单的解法。感谢各位网友，我要来去吃拉面了。